哦，新抓，给有时间来加来一下，来一下嘛，我有点事情跟你说一声，给好。好，谢谢新抓啊。走老村长，来，今年意思我不去街上也好几年，也很挂念，是啊。那么今天你可么，先让你帮我，能找我找一个项链来我看看。啊，找项链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拿你的手机找找嘛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要注意安全，看好不该撞。那么我先我准备等着个。好，慢点，慢点。一般是每个月巡遍一次，每次巡遍一般需要五个小时左右，如果天气不好需要六七个小时，甚至还会更多。这是野百合，我觉得我们觉悟眼就像高山上的野百合一样，无论山有多高，环境有多恶劣，我们依然在这里默默地开放与建设。这个老财找几张项链吗？多找几张给他瞧瞧。哦，你们辛苦了嘛。今天真是不容易呢，今天路也难走，下真不容易。一模一样那个。这个胳膊还是咋一模一样呢？做改装十五年了，公路通了，能够去，我有时间，我一定我也去改这跟前去再去看一回。嗯，啊。作为共和国一号碑的接物员，我感到无比的光荣与自豪。我们的接碑也如同树立在边境线上的无言的威慑，守护着国家的边境线。有国才有家，边界线一直在。国土才完整，家庭才幸福。